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我们又再次回到给你点上新灯。好，谢谢。你看，你看。这是什么？师尊给同门加持心律不整的问题。师尊加持妈妈95岁了，你可得了。谢谢师尊，师傅。师尊，这是我姐姐。谢谢。小心啊，不要撞到了。就是这位外国人，之前师尊在印尼的时候有说过，这位他是前世是东方人。你好，嗡咕噜连声西地哄。等一下来带大家去外面看看今天排队先哈达的人有多少，因为我上个礼拜在看的时候他已经排到超过广场的那个唐卡，再继续往真佛报摊位这边，也就是往流通处这边，上个礼拜的人龙超级长的。我们来去外面看一下。哇，今天的功德主祈功德主也是很多人，欢迎大家来雷藏寺参加法会做主祈哦，跟主尊结缘，也跟师尊先哈达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哇，
今天也是排到唐卡这里了。今天的主尊是高王观世音菩萨，然后师尊有说过，诵满一千遍，重罪皆消灭。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络上去找过，就是高王观世音真经呢？因为我自己是有在 YouTube 看过人家分享的一个实例，说他好像是珠宝商，然后他原本就是工作就是在大陆那边发展不出去吧，然后就是很 upset， 很着急，然后他因缘际会之下得到说，如果有念高王观世音真经一千遍的话，就可以就是满愿这样子，所以他很努力的念。念完了之后，他就写说，就是他的珠宝突然之间有大客户可以帮他买，然后他去大陆的那个通路也都打通了，所以真的是非常的不可思议。高王观世音真经有非常非常多的感应事迹，那大家可以多多念诵。现在我们要回到会议室去找师尊。今天天气好好哦，但是大家也要注意早晚温差。我们回来找师尊了。我们来另外一边看一看。换一个角度看师尊。午安，你好。
上消除到这样的。其实跟我觉得像是就是你我们换一下位置哦。平常我在摄影的角度来带大家看这一场法会，那有什么问题的话或是有什么建议或意见的话都欢迎再跟我说哦。拍的很多下的，这应该是特别需要加持的几次，所以你都很慈悲的会帮大家多拍几下，多加持几次。有小朋友，还有。那等一下法会差不多就要开始了哦，如果今天来不及来雷藏寺的在家的同门，大家要准时收看法会哦，然后一起跟师尊修法。那等一下我们差不多要结束这一段的直播，稍后再继续为你开始给你点上新灯，我们晚点见，拜拜。